去对面的野区看一看啊，看一看。怎么样？我就去你野区又能怎么样？啊，我就来了又能怎么样？算了，小哈子。别着急啊，等一下积木的那什么再打。走去哈子的红。我就不信了，你这小哈子。反他野去。先打个红，为什么狗头人没了呀？他是不是知道我来了？我看看那蓝那个那蛤蟆上哪去了啊？哎，这蛤蟆为什么蛤蟆的人没了呢？啪一啪啪 Q 死啪啪烟雾弹啪一闪现啪，这必须得杀，吃药吸血。你别让小兵给 A 死了啊，我告诉你。先来个这个，试试我吧。血亏，这有什么血亏的？惩戒有啥用啊？惩戒又不回血，浪费我惩戒。咱先打个蓝棒。耶、来不办来啪一啪 Q 墙啪啪啪，老蛤子上石头人咋的去？还打石头人？还一打不了烟雾弹啪，石头人给我拿过来。呀，个老蛤子趴 Q。 你知道我纯爷们多少层吗？你哇，个老蛤子，我把你眼儿给你排喽。烟雾弹啪走位啪夜啪救命啪 Q 蛤蟆没死啪啪夜啪，先杀这狐狸啪回血啪啪 Q 啪夜啪啪，我八成纯爷们儿，你跟我打我98点护甲，兄弟我99归1，我99841，打他个 F6 去。就
挖抠你去！去打下路河蟹，我们已经升六了啊，这蛤子三级。试试我吧。把这狐狸给我杀了，烟雾弹一，啪，啪。一上来个老狐狸啊，老狐狸咬你一命，老狐狸在这等回家，他如果过来我们把他杀了。攻速还可以的吧，放松伙计。现在不都是那个这样玩的蓝枪吗？星石收集者，哎，这边狐狸感觉有戏啊，等个四秒E啊，好，差不多了，一烟雾弹 ，A 着一下 ，A 着一下，哎，再见，这谁给我大招设智能施法？哎呀，气死我了，谁呀？哎呀！麻烦不断。狗头人怎么还不走呢？狗头人，狗头人这么不怕我吗？狗头人，啊？趴 Q， 趴 E， 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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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趴。趴一趴趴，哎呦我这狗头人居然不怕我！试试我吧。那蛤子四级，那蛤子。啊，他把小龙打了，那我们得去打个峡谷先锋了啊，要不然这打野玩的，那打野玩的就不太行了啊。他拿了，去中路找这个狐狸去。烟雾弹放 Q， 给大。闪现怼。哎呦我操！这也行，我平 A 让他跟 R 给我躲了，居然，我都没想到。下路怎么个情况？烟雾弹，啪 Q， 啪，啪，啪。你拿吧你。
呀，差点钱怎么办啊？慢点回家吧。咱不轻兵啊，虽然我特别的肥，但是我也不轻。你这要我就给你，我无所谓的。我把中路塔一塔给他吃了。觉得走运吗？把中路的一塔给他吃了啊。直接钻到对面野区，八 Q， 八，八给大。嗯，高手杀人，从不回头。烟雾弹啪啪扣，一啪啪走位，啪啪扣，啪一啪啪走位吃药。哎呦啊，老铁男，给我下当了！这铁铠冥魂是干嘛的呀？是辅助是吗？哎呀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麻烦不断。1000块送了，送给铁铠冥魂了，没事。这边打个龙吧，省着这蛤子拿了一条小龙，如果我们不拿的话有失风度。等一下这铁铠冥魂给我干的惩戒扣，啪一啪啪给大，啪啪。哎呦啊，这卡莎区区有点高啊，这卡莎小龙不没了吗？小龙有没有？哎呦我操，小龙没了，有两条了。两条小龙。这波奥纳夫还可以，我来救你了。来的蛤子80%得过来吧。哎，一烟雾弹 QA。九尾妖狐就算了啊！来，在这等一会儿的九尾妖狐。不来算了，把他 F6 给他收了。
然后我们去把另外一个峡谷先锋也给他打掉。一下来，妈了个巴子的！气死我了，还下不来了呢，我天哪！我还今天我这我还下不来了呢。把东路二塔给他推了。哎，二塔没了，那这不上高地了吗？来，上高地。嗯，我这德玛西亚，有没有人管一管？小心瞎了，一踢踢了。啊，可以。死。还往前追。放松，伙计。把那蛤蟆收了。快点把下路塔收了，我看看啊，对面剩几个人。对面剩的人好像不能来守下塔，把下塔拔了。这防御塔都能打我，我属实是没想到啊。惩戒扣。烟雾弹，去把小龙打了，这个小龙一定不能丢了啊。来 QA 有 A 狐狸行啊 ,EA 给大 A QA A EA 烟雾弹打个小龙吧，刚才我其实有点失误，哎，我早点 E 好了，差点就死了。打个红的。你有点过分了啊！你一开始你没让我抢兵，我可没抢你兵啊！你是差钱还是怎么的？你跟我说一声。你要是差钱，你就告诉我，你别不告诉我。你不跟我说，我是不会给你的。你得跟我说呀！你不说能行吗？你得说呀！咱来个啥呢？夜印之风怎么样？哼，你三郎没了，没关系。
关键他也不说他差多少钱。走，扫描一下，这里没眼儿，烟雾弹，夜走阿斗，烟雾弹，八惩戒，八抠死，八，八九九九，快走。我可没时间胡闹。爬着什么意思？爬着。八一八抠死。我点烟女枪，你看这女枪根本她就不差钱，她硬要打钱，打我钱然后回家的。麻烦不断，打他蓝 buff。这蓝枪的手感，哎，怎么样一抠然后让抠没有后摇呢？是抠E是吧，不是一抠。